大中华新闻来看，现代人真注重健康，食物件、买物件嘛，愈来愈重视食品的安全性。新疆强哥龙怪异型，伫咧五当前按正调啊转图改正一个花龙果，甲其实来并且上网络研究各种的种植技巧，各用牛奶落去发加速，然后调配地糖剂甲肥料，一步一步打造有机农业园地。现代人开始注重健康消费，愈来愈重视食品安全的问题。新港一名原本种田的农民，在五年前决定转种花龙果。啊，迄、那个荷兰果就是因为即摆大家变遐多，啊，所以我咪种有机的，算无毒有机的哈，尽量拢无下化肥、无杀药，啊，销售人该做，该做咧头。哦，啊，因为咧像险菌我嘛该种，唔是买，啊，就是讲安尼，让大家食得较健康咧。关于新为的是阵有机农业的理念，家己看册去网络学习种花龙果的技术，然后家己用加速调配天然的毒糖剂，用喷麻泡当作肥料。迄、那个咱咧麻泡，麻泡甲迄个咱咧除鱼有无？啊，两个发酵。这是啥物？牛奶。牛奶，牛奶的酵素。啊，掺啥物？你着牛奶掺啥？啊？你牛奶掺啥物做这酵素？掺迄个台糖的台糖的迄个糖浆。关心表示，五年以来拄着啥物问题，就要靠学习来解决。除了家己接雨水灌溉系统以外，亲像是今年收热，花龙果也袂大着熄啊，因此伊阁特别搭设边仔来遮日头。啊，当个困难拢有啊，因为当个困难就是咱头啊是摸索，啊摸索就是安那去改变，安那去研究。安尼啊，安来等来，安来去作坊去甲尽量甲种啊好。关于甚至出，除了家己调配天然的毒糖剂甲肥料，也伫更远四周围进百香果、洛梨等果树，除了杂风的效果，阁会当甲空气当中的一挂化学农药，作挂伫更远外口，一步一步来完成有机花龙果更远的梦想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新港采访报道。